OK，我们今天要来玩我们 Free Fire，我要活下去。然后今天带查拉，然后技能是杀戮冲动，跟战力也有四技能。然后大家会想说，我手上这一把是什么？没有错，就是 N7，不是 N79 的浪涛怒火。但是呢，我好像只有抽到两天的而已，所以呢，这只是拿来装饰用的。真正有的就是这个爱的抱抱，这个是前天抽到的。那今天要分享一个最近很喜欢用的一个技巧。玩经典单人的时候，可以跪一下啦。就是今天要来分享一个最近蛮喜欢用的战术。那这边来讲，有不喜欢的再也不要订阅我。然后最近这个 Q 猛充钱啊，他送的宝箱，终于让我抽到了滚滚。但是因为滚滚的技能好像是让凝胶护盾增加80防御值，这样可以让我们凝胶护盾可以慢一点破掉。但现在的决斗都不是这一招，还是比较好用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然后不亚 day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了？目前是玩到第五圈。然后还可以拿到这个乌鸦背包，然后这个基本上都有了，换一下这个好了。然后之后这个这些都要换到，这个一定要换，这个超好看的。这一开始我以为这不是怪卡，结果后来想说，对，其实是怪卡。我想说它可能是别的车子，可恶！好啦，那我废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始吧。这个，Go Go。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抽到这个？喂，太过分了吧！好吧，不过这个技巧，这个分享的战术呢，要靠近那个工厂屋顶或是圆塔。虽然说 M79 这样是很好看，但是就是炸不到人。我想要伤害是加两格，爱的抱抱是没有加伤害啊，而且这个也带不进去训练岛，会直接被刷掉，可惜。那现在都装赏金令牌，原因是因为我装查拉嘛。那赏金令牌呢，是你杀一个人就可以得到一个，得到一把枪或者是配件之类的。然后，毕竟拳头战嘛，我比较有经验。那跳不跳得到又是另外一个原因的，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哈。没关系，跳不到我们就应该是跳得到了，可是也要看有没有人。完了，好像没什么人，再戏呀。哦不，怎么都没人呐、啊？来几个人也好。哦，看起来应该是真的没人，那我们下去吧。
那因为没有装马克西姆嘛，所以之后补血会有点慢。我不喝拿铁，一二三。最近大家都很喜欢取我不喝拿铁这个名字，应该说以前就有了。OK， 那现在就是要找人杀了。凝胶护盾，先去找个背包好了。像我人呢、欸？直接拆掉。有没有？他给的东西其实都还不错。我们这里也拿到了三个粘胶，不错。比较会用汤普森啊，老实说。AK 跟 M4 好了 ，AK 比较少用。最近很喜欢看的两部动画，一个是《Attack on Titan》，然后另外一个是。Tokyo Avenger，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在攻他小，一个是进阶的巨人，一个是东京复仇者，这两个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可以推荐一下。OK， 哇，第一次拿到五个凝胶那么多哎！抱歉，有点犯傻。那么衰的吗？先躲这个好了，不然被炸到可不开玩笑的，我就被炸过啊。那次好像直接被炸死了，记得好像当时好像是在开吉普车，然后直接被炸下来。我有了有了，过了过过，可以 go go go。
我子弹什么时候变那么少了？Okay. 好，就这样。Go go go！ 刚看了一下，好像最强的是300多嘛。之前看到一个女神联盟的，她超扯的。女神联盟就是 LGDS， 好像是打。世界杯的吧，上次看到有个排行榜上面直接屌那个其他人的。好像那个时候他是2380几吧，还有2430几，忘记了。哦，可以，这样就很公平了嘛，两个都是162发子弹。然后捡到400金，哎，空投什么时候变这样了？锅渣还真很好用的，虽然说很少在用。可恶，这种下坡力气真的是很难用啊。11个凝胶，应该等一下。我怎么会有人在这里？好恐怖哦！吓死我！还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哦不，999，他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等一下，人家叫不出来 ，fuck！ 好、哦，就一定要这样嘛。好了，算是还不错了啦。
杀三个人，平常都没有杀到一个人的，可以可以。然后呢，其他就先这样就好了啦。我也不是很想浪费太多时间。一步，一二三四，又一个，一二三，又一个。又一个，一二三，藏宝箱，爽啊，超爽的，有没有？好啦，那今天我们先到这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